Hello，我现在已经收拾完了，我要出门了。啦啦啦！哦，哎，新朋友。哇，你这么看好帅啊！我出来了，哈哈！朋友们，我出来了！朋友们，我出来了！黄新平这个人呢，就是客观的评价，因为我也跟他也不是特别熟。我是黄新平，大家好。哇，所以说真的需要舞台，舞台上的大家都好正常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多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啊，既是歌手，又是演员，然后又是一名带货主播。我说过这个话吗？然后这次呢，我们要去杭州完成一个直播带货的工作。今天晚上回去收拾下行李，明天就出发。你俩没遇到吗？你俩？没有。他们可能上过同一个链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新纯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在杭州了，然后是我这个居家的第一天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是没有刮胡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出差的时候忘记带刮胡刀了。哇，你这素颜也很绝啊，你这。哇，皮肤好好啊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行李箱，一二三，中了。对。还有这种真的像窗户的这样的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颜色的，是黄色的，还有这种不同的代替。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就像我一样，什么都行。哎呀，什么都行。这个视频说不放也可以。啊，本来是晚上吃一个宵夜，但是呢，刚才吃的就是太香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了，然后给大家整理了一下，吃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你居然能把它拼起来！吃了21只小龙虾，为什么呢？太香了啊！没事干，精致的生活，行为艺术。The next day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点了个饭吃，是不是说没话也不用硬说呀？妈呀，这么突然就开始了啊！对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然后呢，我也买了刮胡刀，然后打算收拾一下自己，然后洗个头发，刮个胡子，然后洗漱一下，然后给你们来一个大变帅哥。现在就是。然后第一次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，真的要涂这么多吗？我都是用电动的。我操！但是感觉男生刮胡子好好玩哦。Hello， 刮干净了。有一说一，皮肤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一哲，我出来了。哦，好香啊。对了 ，Hello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播的公司白天的样子啊，就是非常的，哦，然后，哇，这么多人啊，拍照的拦一下啊。啊，果然是拍照的。那我们要去2楼，去3楼溜达一下，好吧？这么大吗？来到了我们遥远公司的3楼，这里面摆满了很多就是我们选品的货。哇！遥远公司从2018年，然后开始进入这个直播电商的领域，非常的厉害。遥远直播公司应该算是现在直播蛮厉害了。Hello， 来吧，跟表的顺序走就好了，是吧？可以。这是我们选品的一个过程。哦，原来还选品啊。对，因为我每次选品的时候会选大3到4个小时。这么久？对，因为我每一个都要尝，然后每一个都要看。都是你自己亲测对吧？对。Hello。哎，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团队，所以我在想就是会不会遇到之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他不知道整个我们的调性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舒适程度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所以呢每次磨合的时候还是会费一些功夫的。对，那首先第一款是这个，
这个防晒霜也是这周晚上的一个爆品。但我觉得这俩得选一个吧，两个。不是的，因为我选这两个的意义是在于，它是完完全全是两种人群去选的品，选择人群是不会选择。塞一下的。这个上面有没有运费险？因为之前就是要会确认。这个不是有运费险的。可以，那这个先过吧。好。这个的话，官旗的话是238。就这一瓶是吗？那咱们的话是168。哦，那这个可以啊，但这个客单价高了一点。是。然后这个没有运费险。没有运费险啊，那这个不要。好，下一个。这玻璃杯强了吗？有运费险吗？没有。这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运费险这么重要？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运费险很重要，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邮过去了之后，如果他觉得不好或者怎么样，可以退回来。哦。嗯、就是有运费险。就会比较对购买的人比较负责。对对对对。嗯。来，爱豆的一个山药薯片。爱豆，爱豆，名起的还行。之前我们卖的那个山药碎片，那个我觉得比这个好。卖那个吧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划算。有人会买吗？3块钱一个。好、啊，沉默了，那就不要了。哦，不要了。新号38号品，然后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重磅产品，护肤套装。哇，这个折磨死我了。但我们直播间从来没有卖过护肤的东西。是，这是一个新类目。因为这个要讲好久，如果能出单的情况下，是我们是在这个品上是压了宝的。399买了这么多，如果说下的人一旦爆的话，那么咱们直播间就上去了。是的，就可以做一个新的尝试。它多不行，我得每个都知道啊，要不然咋卖啊？不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卖组合的话，就不会想要知道。如果你咔。大家所有人都知道，而且一便宜的话，那它会有一个品牌效应。但如果你的话没有人知道，你就必须得把它讲清楚。那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那谁愿意买呢？这就是他的痛点。直播太难了。首先第一，我得让他对大家有吸引力。每一个从我这买走东西的人，我要给人家保障。在银泰啊、万达，它都是有线下门店，它不像。那你真的很，就是我们这一屋子人全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牌子的。我知道。因为它有很多线下门店，而且它的精油是特别出名的。那你我们可以确实可以拿精油作为突破口，但是它会有什么敏感肌不能用之类的东西吗？因为这种产品拿到之后，你都要在你的耳后做试敏，一旦有问题之后，你要退货的。就是会有测试，然后如果你 OK 的话，就如果你不 OK， 我们就给包退。好的，这个保证是 OK 的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跟新来的组长没有那么多的矛盾，其实大多数还是相通的。我更喜欢在工作中，就比如说我们选品的时候，大家慢慢熟了起来，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更有效率一点。哦，这个好看，而这个我看在别人直播间卖过，都是100米，而且是220克重的。嗯，这个过。项链，项链，这有运费险吗？有，有，这可以。但是便宜10多块钱，电动牙刷啊，这直接卖过，这可以。它是抹茶，不添加蔗糖的，对，6-7毛钱一个，可以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是可以播的吗？那个399的礼盒美白特工，一个是用完脸不干吧，那就是看过瘾，然后敷安全面膜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。难道我们直播的通病就是晚上眼睛？对，自己会就是复盘一下。对，因为有些东西有些词是在直播时不能说的，就你要换成别的话。你像敏感肌不能说，要说敏感肌。痘痘也不能说，要说什么小疙瘩或者丢丢。丢丢，我最近讲了丢丢。丢啊，你都丢丢吗？你的丢丢不好。多喜欢你。走啊！走。这张小脸真是不化妆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句话可以倒回去再播一次吗？这张小脸真是不化妆没事。哦，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谢谢。你打住吧你，剪了。OK。你笑什么笑？然后这还有一个福袋这个环节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是4个第一波。
快！来来来，各部门准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播啦！哇哦！发现换背景喽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背景好黄是吧？背景是挺黄，因为我姓黄，所以我的背景怎么样？也很黄。哎，我好像进去看过你的直播啊，我也刷到过，我也刷到过。Thank you 了大家啊，所以有人买过东西吗？到直播间？没有。这段时间呢，把我们的直播间背景做了一个升级，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好的东西，包括这段时间一直也在跟声音查看一下有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哇，你看还是我们的老问题啊，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开播前五分钟永远都不会有声音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传统啊，对。我们也会突然遇到问题，突然没有声音，或者突然延迟，所以就会现挂聊点别的东西。没声音，大宝哑剧了啊！对，是是是、啊，现在有声音了吗？啊，没声音，没声音，有了有了有了啊，是有了啊！好，重新说一遍啊，你看啊，有了。今天呢，会有很多的福利给到我的粉丝宝贝们，因为很久没播了，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什么福利场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搞了一个大家每天都在用的东西哦，什么呢？就是话费。话费这个确实有一说一，纯哥每个给大家贴五块钱，就是100人的话费95元，下单直接就充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是这么多人看我的直播，好像有点尴尬。可以的。哇，2000人了！2000人了！哇，2000人了！就2000人啊！来，我们老朋友有没有这个说洗脸巾用完了手势啊？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势。9.9米，今天给大家三包，一包60抽，三包180抽。来，9.9米200单。那洗脸巾准备好了没有？真厉害！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不想听，我听到这个我就开始睡不着觉。你要不要站离我近点？他是在帮你的那个人是吧？就是，哦对，我的助播，我的助播，嗯，我站近点在这边了就。我感觉我在孤军奋战，有点不适应。好的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有没有要洗衣服没有洗液的了？有没有？嗯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是什么呢？这个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好冷清。好，来，别这么冷场了，大哥，补补话呀。28的洗衣液好不好？活力28的洗衣液。活力28啊。你这是读错了对吧？赶紧抢起来。只能上这些东西了，先上衣服吧。现在就上衣服了。衣服。来，夏天有没有想穿 T 恤的？想要。我们一共有八款，而且每一个上面图案都不一样。是的。啊，真的哇，一模一样。因为有时候介绍品，有一些品大家不喜欢，就会真的就流失掉人。那你可能就会介绍一些大家喜欢的，价格又比较便宜的。哦。就突然就会临时换品。其实只有前30分钟是差不多可以定好先上什么，或者承接品是什么，或者一开始的节奏是什么。但从后面所有的东西全都是自己临时要 Q 的。好难啊！哇，那它其实只有前。那很需要反应力啊。对的，是这个样子。不能上八件，不能上八件。现在先上四款。对不对？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制真的，就是咱们就说牛，牛配合太差了。按照这个表买就好了，可以直接截图啊，去截图下单，好吧？大家灯牌亮起来。因为也很久没播了嘛，然后就是跟新团队在磨合，包括很多品其实跟之前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嘛，所以算是一场测试。对不起，喜欢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刷起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话费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来，五。4、3、2、1，1号链接，快去冲，快去抢，只有100单，我们的三通话费，不管是联通联系还是我们的移动都有，95米抵100，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，说环城疯了，够2000人，我们再给大家放200单，好不好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正常的这一罐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酸皮了。的鲁孙君风味面包，对不对？这个太好吃了。这个糖小时候有人吃过吗？龙虾尾有没有想吃的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都自己买着穿，觉得非常好穿的。那价格是23.8块，不会是微辣，也不会是那种特别特别辣。一年给大家换新，3年的质保。
来。一开始我觉得播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困难，但现在六个小时，咱说就是不够了。啊，也不是不够，够用够用。拿捏。开大了，开大了，开大了。这个是来自我们的。护肤礼盒，这个是特别牛的是什么？我直接告诉大家，它的作用是美白。哇，这是有证书的，是专门用来美白的这样的一个护肤产品啊。跟大家说，今天为什么想要卖这个东西？首先第一呢，是真的很划算。然后第二呢，是我给大家运费险的保证，不管你是这个小瓶、这个小瓶、这个小瓶、这个小瓶，还是哪一个，随便一个东西你用了有过敏的现象，全部给你退掉。今天在我们直播间399全部带走。我感觉这个我做不了，这是强叔叔。对，3、2、1，一号链接，快去冲，快去抢了，我的这个太划算了，前面三百。是我不会。这个想让妈妈越来越年轻的好不好？这个功效的，我爸妈不需要这个。哇塞！喜欢的话赶紧下单吧。那充钱喽！你举着我有点感觉太累了，好了，好，放下吧，放下吧。那就是真的没办法。预判失误。哇，我有一次跟你遇到了个很像的情况。真的？我有一天跟别人在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我自己身上穿了一件衣服，他们特别喜欢，所有人在疯狂刷屏要那个链接，然后我就想那给大家盘过来，结果就是盘下来价格188，全部刷屏，我不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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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把我尬住了。这种时候我会选择聊点别的。我们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。我是真的希望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就让大家更省钱，还是9.9米这样的一个价格直接给大家上了，好吧？39.9米，并且给到大家运费险199米的价格，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.9米。3、2、1，一号链接。3、2、1，一号链接。3、2、1，一号链接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喽。10万次，10万家，哇塞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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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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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今天有挺多问题的。是的。是的。那你先说。设备开场没声音，就是当梗了，还是说可以改？高峰没响。这就是我们直播间调性，前五分钟爱看不看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各方面配合是不到位的，现场总出现冷场的一个状况。对啊，有没有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是什么呢？这个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好冷清。咱们就属于平派，每个品都卖的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加上四个核心的爆品，其实是能达到我的预想的。但是我选的核心爆品全没成为核心爆品，就是那399，就是因为客单价太高了。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体方向是好的，因为第一次磨合，而且很久没播了，突然来这么一下子，而且花费那点太好了，要不然今天就12万。那就先这样。就这样吧。前段时间没播了会紧张，但其实一站到那的时候还是有原来那个感觉的。单一个耳机可以用4到6小时，超过100个我就给大家上100单，好不好？贴钱给大家真的福利，所以左上角点点关注。我从我带货以来呢，我会陆续的到公司看到有人在卖我吃的东西，然后有人在穿我卖的衣服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有那么一点成就感，就是第一次让我有成就感的就是这件衣服。我觉得那我既然接了一个工作，我就一定尽我的全力去把它做好，这跟喜不喜欢没关系。感觉也在看我自己。你喜欢直播吗？你别老问我这个问题。你是为什么突然当要再开始在这里做直播了？我其实不喜欢直播，虽然我不喜欢，但是我可以把它做得好。对，因为你认真就其实可以把它做好嘛。因为我对直播这个事情，尤其是这种带货直播，我一直心里面是打问号的。但是我看完星辰他在选品的这些过程，包括他做的每一件事儿，我就没有再担心这件事了。因为他做到了一些事，叫做一，我的受众他需不需要；
二，我有没有真正让他得到实惠。就新纯做的特别好，也挺敬佩的，真的很严谨。所以我现在突然间他燃起了我的一些斗志。嗯，直播带货多久了？我得有小一年了吧。那比我久，我才两个月。我觉得直播还挺快乐的。对，第一场直播的时候其实是最尴尬的，就因为你不知道节奏，不知道任何东西。对，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我那个拿一个果冻，我拿回去之后，我会在酒店直接自己自拍的那个录视频，录个3到5分钟，然后讲那个品。哇，讲完之后自己给自己看，我说哎，我说这好像不太行，然后我就再录，就那一晚上几乎就睡了3-4个小时，然后撑了6个小时下来，然后后来又慢慢发现说，哎，好像话不能那么多，因为你要最短的时间把人留住，然后能买到这个东西。嗯，哎，那你最近不是也在弄？对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花少一点的钱拿到好的东西？小金牛啊。也是金牛吗？你是金牛啊，金牛，金牛，来，金牛举手。你被金牛包围了。永强的意思我可以翻译一下，他就是有没有免费的那个。我告诉你怎么样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货，关注我和黄信屯的直播间。没毛病，关注起来。怎么样，铁子？格局打开了。我刚才还看到新纯有一个细节，你特别在乎运费险这件事。是的，这个没有运费险。没有运费险啊，那就不要。这玻璃杯强了吗？有运费险吗？没有。这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知道平时像我去餐厅，就可能这桌菜可能上千块，但是这颗哎，就突然间就有一个纸巾，2块。2块。我不要。不要啊！我说请把这2块的纸巾退掉。我也会有超市就是买了一堆零食花300多，然后袋儿2毛钱，不要不要。对对对对对对要不起。最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在某宝上我买一些东西，买了一大堆以后发现要运费险，我会去找商家，我说我买了这么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包邮，我会跟他理论。我 battle 他给我包了邮我才说 OK 那我下单。那他不包邮呢？他不包邮那我退掉，我不买。你很容易碰到那种聊了一宿结果其实机器人，那给你解释半天为什么不包邮，你就一直问，然后聊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算了，我要。我其实都不太怎么网购的啊，因为我更喜欢线下的那种。哦，所以就不是很 care 运费险。不 care。 小杨呢？主要是我这个人懒，我要是觉得他不好就在家里头摆着，或者之后送给其实我也会，我就懒得说我还要再叫一个人然后再上门来取，然后还要再跟他约时间什么，会不会觉得比较麻烦。那就是说王老师如果说你有两个直播间，有两个直播间，那么新纯的和公主的要去哪一个呢？对，三二一回答。卸载了这个软件。我你两个都不想选，那你想去谁的呢？不，是我在刷的时候我刷到过你的，某音咱俩还没来得及互关，但是我回去就关。嗯哼，回去就为什么回去？现在就关？现在就关了吗？想那你搜集。王老师也没关注我吧？我都关。你们也没关注我吧？都是哥们儿。等会儿下去，我一个个检查啊。都关。OK。听说在我不在的那段日子里，对我们的样样就是让很喜欢总结。我也想听一下现场的版本呢。3、2、1，来样样来总结。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之前，要做99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可能有些事情不是你最喜欢的，但是因为是你的工作，拿这份工资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对待，负责对待，好吗？好。我们的周末了耶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闪亮的日子 bling bling， 今天也要闪闪发亮哦。今天来到了这一周的周末版狼人杀，反讽运气，我求求你了！你说的话一点逻辑都没有，你觉得是铁了？这个已经死了，不一定是真的。上微博搜索闪亮的日子，分享闪亮的睡前日记，就有机会登录节目正片，也可进入闪亮的日子话题页，发现独居生活之美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，新浪综艺关注新浪娱乐，精彩内容早知道。
希望娱乐，微博综艺，希望综艺。